嗨，各位朋友，各位教友，我哋又见面啦。今日录影嘅呢，居然呢6月24号嘅喎。圣约翰使者诞辰。咁佢一个守夜嘅弥撒。亦都有当日弥撒，两台弥撒，两套读经添。是啊，因为佢系一个节日嚟㗎。咁一阵我哋先解释点解佢系节日啦。好，而家我哋祈祷。第21页守夜弥撒的集祷经，我们要跟撒加利亚一起祈祷，那你就明白了。你看到撒加利亚啦，抱住约翰使者，撒加利亚就是个很老的爸爸，是老人家，这样呢，这些圣经的故事呢，事迹呢，是你应该要有的心里面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所有的祷文呢，都充满着圣经的图像的。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呢，很难呢在圣经中，在救恩事里面祈祷。那当然了，今天都是救恩事的部分来的。好啊，那我们看着这幅圣相、你看撒加利亚抱着圣约翰使者的时候，他的心境啦。咁你记得㗎喎，佢都唱过呢一首㗎所谓撒加利亚圣歌，係我哋每朝早啦早课嘅时候所唱㗎。咁你都记得㗎喎，阿约翰使者呢都指出啦，耶稣基督佢嘅亲临係除免世罪嘅羔羊㗎、除免世罪者。好，我哋祈祷。全能嘅天主，求你引导你的大家庭在得救的道路上迈进，并帮助我们遵照你圣旨的前驱圣约翰的训诲，能安然遇见他所预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首先你看到红色和蓝色、红色的呢，就是正如我说的是什么？撒加利亚圣歌、在那里呢，他有句说话的、他怎么说、他说今日呢、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令旭日从高天向我们照耀，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下的人群，引领我们的脚步走上平安的道路。所以呢，这个就是红色的段落。还有、蓝色的呢，就你看到的了，约望福音第几章、第一章。是啊，有两个地方讲的，约翰使者指出耶稣基督是谁、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所以呢，我们又将它变成蓝色就得噶啦，好啊，咁你讲讲啊，呢、这个祷文嘅第二段啊，佢嗰个内容啦、但喺第二日啊嘛吓，六点之后有第二日咧，约翰同佢两个门徒又企喺嗰度喎。约翰睇见耶稣走过，就注视住耶稣话：看天主的羔羊。咁跟住嗰两个门徒，约翰嗰两个门徒咧就跟住咗耶稣啦。所以佢系帮助我哋遵照你圣旨嘅前驱约翰的训诲，好安然地遇见他所预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除免世罪者。好啊，那大家要注意的，他不是讲过去，你讲什么？今日。今日。所以天主啊，求你引导你的大家庭啊，使我们得救的路上迈进啊，不单止这样啊，还帮助我们要怎样啊，遇到啊，嗱呢、这个相遇安然遇见啦，好末世噶，系嘛，好末世噶，因为喺得救嘅路上迈进，咁去边啊？去边啊？系嘛？去边啊？去天上啊嘛，能够安然咁遇到耶稣基督，呢、这个呢系除免世罪者，所以两个呢都有约翰的成分在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讲出约翰的诞生，给我们看到
翌日咧就要嚟啦，係嘛？咁光照坐在黑暗中死荫下嘅人，引领我哋嘅脚步走上点啊？平安嘅道路，平安就系和平嘅道路，喂，和平嘅道路啦，平安嘅道路啦，系嘛？咁嗰条道路系边个啊？咪耶稣基督自己啊嘛？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咧，我哋都要搭住基督咧，系嘛？去奔赴咧基督所应许嘅，亦都安然咁喺呢个道路嘅终结嘅时候，目标嘅时候咧。遇到基督同我哋一齐，所以好末世噶。佢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目标啊！系呀，我哋再读一次。全能嘅天主，求你引导你的大家庭在得救的道路上迈进，并帮助我们遵照你圣旨的前驱圣约翰的训诲，能安然遇见他所预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嫲。最后那段呢很难，因为呢本来他是天，他和你及圣神就已经很漂亮了，但个他呢就不知道是谁了，特别是呢前面对就刚有一句话，能安然遇见他所預報的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那就變成兩次出現過他，一度是講聖約翰，一度又是講主基督，就變成有時候聽眾未必會捉得住。所以現在我們呢將個他寫得清楚，耶穌基督和你及聖神，不過是拗口的，我們要承認拗口是有一些不完善，那就另請高明，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呢，可以在留言那裡告訴我們聽，那我們都虛心學習。那各位，我們要想一想，為什麼會有這個節日的呢？為什麼會有一個節日的呢？又為什麼會是6月24號呢？那當然啦，我們去到第三頁的時候呢，趙一周神父有解釋的，是的，有個簡單的簡史。各位，我們看看聖人敬禮的發展，我寫過的，也在導賞中將成篇的link擺下來，你自己 download， 因為在神思裡面，不要忘記手足，不要忘記手足，要記下來，最初我們紀念的是以殉道者為主的，耶穌是第一個，是見證嘛，好啊，因為殉道的節憐憫就是見證，慢慢呢不單止是殉道了，聖經中的人物出現了，第一個呢就是聖母瑪利亞，聖母瑪利亞跟著什麼，當然宗徒啦，因為要很趕急呢，即我們的教會呢是由中途傳下來的。好了，跟著就聖經中有的人物了，那約翰世姐就是了，那就是聖經中的人物了，那除了聖母啦、中途啦、約翰世姐，那跟著發展到的是什麼，是德高望重的牧者了，圣安博啊，奥会斯定啊，系嘛？咁跟住系咩啊？慢慢咧，再发展到咧一啲喺教会里边好有威望嘅见证者啦。譬如啊，圣安当啊，系嘛？有咩啊？圣本笃啊，咁当然啦，你会话呀，会唔会咁样？即系修道者啊？會佔多數是真的，所以近來呢都會多了呢很多教友呢平信徒，平信徒的叫什麼，列入這個聖人名冊裡面，譬如最簡單的啦，就是聖女小德蘭的爸爸媽媽，最近呢有一位啦，就是那位年輕人很喜歡玩電腦的那個呢，聖家
去征服系嘛 ？Carlos 去征服啊！征服好就有圣品噶啦，系啊，系咪啊？咁呢啲都会有啦。搞网站噶嘛？系搞网站推广呢个圣体敬礼噶嘛？好易。不过咧，各位，我哋咧第一要谂一谂，立即谂一谂噶。即系我哋摆喺边度好咧？呢啲圣人，所以呢有阵时啊，都同嗰、那个有啲节日同节日嘅关系噶。我哋立即跳落第八页啦。哦，睇两本书。系啊，你讲讲呢两本。系啊 ，Father Hans Gachapungo。我师父请佢为我哋祈祷。系啊。安彭浩神父啦，嚇佢喺1982年有一本書咧，係關於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liturgy 嘅。咁而隔離嗰本紫色咧，1992年咧就係講，誒好得意 ，shaping the Easter feast 咧，就係講呢個復活節呢一個慶節啊，佢嗰個構成嘅元素啊，特別是咧佢係好即係好詳細、好仔細咁樣去介紹咧，誒復活節點解係喺春天？同春分有咩關係？從春分月圓又有咩關係？咁從喺出復活節咧，結果喺基督徒咧就放喺春分月圓後嘅主日咧，有啲咩意思啊？嚇！嗱，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生活喺北半球啊。嗯。咁特別咧，喺巴勒斯坦好羅馬好啦。係。咁對嗰個太陽啊，四季啊。好有感受。嗯，当然啦，第一个教会要肯定嘅节日呢，一定噶啦，系耶稣嘅死而复活。嗯，咁主日固然系好紧要嘅。嗯，系一周嘅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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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八日。系，好啦，跟住就周年嘅纪念咯。嗯。咁样咧，嚟三月十四号，嚟三月十四号，嚟三月十四号。嗯，当时咧，嚟三月十四号咧，系春分之后嘅月圆啊。嗯，春分之后嘅月圆啊，第一做大麦熟，表示春天嚟到啦。咁然之后将个羔羊咧留到喺本月嘅十四号，即系月圆嗰晚咯。咁樣呢一個咧，由聖被宰殺，係啦，被宰殺，然之後咧，所以咧，歷來猶太人咧都視呢個逾越節咧係有三重意義嘅，紀念天主創造天地，紀念阿巴郎天子祭獻伊撒格，同埋紀念咧天主越過埃及人嘅房屋，將佢嘅子民咧帶嚟呢一離開呢個奴役之地，係啦，係天主越過。咁呢三重意義咧，都係喺。一代一代咧，每一年嘅尼撒月十四日咧，猶太人咧，以色列子民咧，都會一代一代咁樣去紀念天主進入佢哋嘅歷史嘅呢一件啊行動噶。咁呢個要小心注意噶。咁咧有陣時咧，啲嘢咧會將佢啦擺埋同一個階段嘅話，就擺埋同一個日子。咁所以傳統上咧，3月25日啊。嗯。以往嗰日你計錯數唔計錯數冇所謂嘅，你根本而家都冇即係陰差陽錯嘅。嗯，係啊。咁啊，3月25日啦，就作為啦創造天地嘅日。係啊，春分啊嘛。春分。咁係咩嘢春分咧？就去到赤道。嗯。太陽去到赤道啦。嗯。咁北半球就日夜同長。係啦。過咗嗰一日春分之後咧，就日長。夜段啊，所以佢咪創造天地咯。系啊，咁跟住又系點啊？阿巴郎獻子喎，系啊，因為點解啊？同出嚟埃及嗰個逾越有關啊。嗯，好啦，基督徒就將佢變成咩啊？咪就係當然喺猶太人宰殺羔羊嘅日子嘅時候，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佢嘅子民舍生，以致嗱按約望福音所講咧。就佢嘅肋旁流出血同水，而呢個時候咧，兵士咧就冇將耶穌嘅骨頭打斷啊嘛，因為顯示咧佢就係呢一個無玷嘅羔羊咯。咁佢係取代咗
旧约嘅逾越节咯，成为新约嘅逾越节。咁所以呢，3月25咧，好奇怪噶。又会当系咩啊？圣母令布噶噃。系啊，因为你小心啊，圣母令布，圣母令布。嗯。佢圣母令布，就算到今日啊，三中经嗰句啊，或者圣母令布嘅纪念嘅时候，都会话：天主以其圣宠赋予我嘅灵魂，俾我凡由天神之布以子。以知以知耶稣降人者，因其苦难及其十字圣架硬拖与复生之荣福，亦为我等主耶稣基督，系嘛？意思即系话呢，可能3月25号啊，当时呢庆祝耶稣降人、母胎、圣母灵布，都系庆祝十字架上死，第三日由死者中复活，系啊，直到呢325年啦，嗯，因为呢有啲拗撬乜嘢啊？拗撬就系、是、春分月圆之日咧，作为周年嘅逾越节啦，咁样好入，特别是咧若望嘅团体咧，就即系小亚细亚嘅基督徒咧，都好重视喺呢一日咧，我哋作为新郎嘅。正配咧就會以守齋嘅方式咧去過彌撒月14號。好啦，咁問題就係、是、啦，到伊特內嘅時代嘅時候咧，就係、是、如果彌撒月14號係喺主日，咁樣守唔守齋咧？因為其實咧喺新約成書年代咧，四部福音嘅結尾咧都係一周嘅第一天。其實咧喺一周嘅第一天咧，基督徒咧係絕對唔會守齋嘅，因為係以舉行主嘅餐嚟到同復活嘅主相遇，表示我哋同呢一日係復活嘅日子啊嘛。咁問題咧就唔係守齋嘅問題，問題就係如果春分月圓遇到主日守唔守齋？咁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咧，325年尼西亞公會議個附錄咧係咪？附錄嗰度咧就決定咧，咁不如咁啦，以後每年嘅復活節咧就一定係春分。月圆即是犹太人的弥撒月十四号之后的主日就一定是复活主日了。还是呢旧约的逾越节后到新约的逾越节。其实呢你不用说得那么复杂，守斋鬼嘢斋。你讲到简单到有些呢坚持回在呢弥撒月十四号。但你罗马的教会呢还有普世教会呢都基本上在主日庆祝的嘛，每个主日都是小复活节来的嘛，所以是每周的复活节，每周的嘛，一周的第一日嘛，那做什么突然之间是星期四举行呢？因为呢你随时春分月圆在星期四都可以，星期几都可以，有人不可以，星期八就不可能，不是就是这样，你的问题嘛，所以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星期几，总之主日来搞啦。是啊。那么即是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主日咯。所以哎呀斋啊斋啊，不要这么搞啦，好鬼复杂啊你搞得。简单到弥撒月14号、本来就是耶稣死亡的纪念来的。OK? 是啊。亦都是旧约的逾越节来的。咁但系因为咧，佢可以落在星期一到星期七嘅，见到嘛？咁、但系基督徒已经惯咗系点啊？一周嘅第一日主日庆祝嘅，咁、所以咧就拎咗去边度啊？主日庆祝系啊，就算春分之后第一次嘅月圆砸正呢个主日咧，都唔算，因为嗰个系旧约嘅月圆节。嗰个旧约逾越节嚟噶，就必然嗰个旧约嘅逾越节，所以今日我哋有阵时计计下错咗啦，因为咧啱啱月圆喺主日，咁计唔计佢啊？唔计，要下一个主日先至计。旧约嘅逾越节过好啦，再新约嘅逾越节，所以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后嘅第一个主日。不过咁啊 ，Laura。明年呢2025年啦，我哋东西方教会同一个日子庆祝㗎啦。咁呢个隔几年都有咁嘅机会啦。但係呢
教宗啊，同埋好多嘅，我哋努力朝向啊，教宗同埋好多宗主教努力朝向。不如咧，我哋将呢个复活节嘅日子都系接近于春分嘅，都系接近春分嘅，就定一个固定日子，大家都可以嘅。譬如今年所有嘅基督徒可以一齐庆祝，明年就系啦，明年就系啦，明年就系啦，2025是几多月啊？是四月的20号啊嘛。系啊，四月20号啊嘛。2025，系啊。咁所以呢，要记得呢一个呢，是以春分作为定日子的一个参考点嚟噶。不过咁，各位又要注意，圣诞节都系喎。系啊，圣诞节系咩啊？冬至嚟噶嘛？冬至啊，系啊。咁啊，太阳直照咩啊？南回归线，南半球，南回归线即系23.5，咁啊，即系点啊？系咁，北半球就点啊？呢一日咧，最黑嗰日。系啊，最黑最冻，最黑嗰日。过咗日咧，就日渐渐长，夜渐短。所以咧，教会喺嗰日啊，系啊。移风易俗，将罗马人的太阳神诞，改做咩？耶稣复活，对唔住，耶稣圣诞啊！庆祝咩啊？真光进入世界啊！系啊，福音一章九节，同埋光喺暗暗中黑暗绝不能胜过他，系啊，即系个黑暗最黑嘅时。咁啊，啱啱好喎，12月25，如果12月25耶稣出世，咁。耶稣圣子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咪3月25咯，咁啊怀胎几多月啊？9个月，啱啱好咯。咁又啱喎，又啱喎，系啊。咁点解圣约望又嚟啦？圣约翰咧，圣约翰咧嗱，我哋先睇睇呢个图啦吓。6月24号咧，今日讲嘅6月24啦，其实咧就系当时嘅夏至啊。夏至咧，即系话太阳直照北回归线，喺北半球呢一日咧系日渐短，夜渐长嘅咁样，所以咧就正如喺福音入边咧都讲喺约望福音第一章咧就话约翰尼咧系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佢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就似乎6月24咧系指向紧12月25号嘅，咁而且咧，约望福音第3章30节咧，仲有一句好正啊！佢话他约翰咧见到耶稣嘅时候，佢话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所以咧应该都系12月25号为耶稣诞生咧，咁样啱啱对照北冬至嘅夏至咧，就系、是、可以喺呢个宇宙元素里边睇到咧，他应该兴盛。约翰话我却应该衰微啦，好非简单噶。约翰比耶稣大几多个月啊？6个月啊嘛，6个月啊嘛，到了6个月，系嘛？咁你睇下啦，咁计一计条数啊，佢计条数啊，咁点啊？计咗佢啦嘛，12月25号减6个月啊嘛，系嘛？咁咪咯，咁即系12月25号。减六个月，咁咪即系几多啊？6月24啦，咁上紧啦。系，但系而家六月廿四啦，比赛咪而家我哋对住啲幅图嚟。咁啊，6月24，系啊，6个月。呢啲咪撞日嚟咯，亦都计，全部系咁计出嚟嘅。咁所以6月24正好啦。系啊，系嘛？呢个呢系咁样。按照一周本书，佢都话咧系大概5世纪嘅时候出现。因为计噶，系啊，即系先有嘅咧，系嗱，记得啊，逾越节，再有嘅耶稣圣诞，系啊，耶稣圣诞之后咧，再有嘅系咩啊？圣约翰嘅诞辰，因为佢耶稣嘅前驱，系啦，耶稣嘅前驱，咁佢出先噶嘛，系啊，佢出嚟诶，比耶稣早几多啊？6个月，6个月啦。所以都有呢、这个系啦，啊，仲有啊，节奏。咁佢怀孕几多？几时？系啦，呢、这个问题咧，即系话，撒加利亚领布啊，几时啊？系，
係啊，你諗下十二月廿五號嘅倒數九個月係三月廿五號，咁同樣六月廿四倒數九個月咧，咪九月廿三號咯。可以仲一晚啊嘛，梗係啊，你真係啊！抽分嗰日，抽分嗰日啦嚇，第上抽分啊，係啊，抽分啊，係啊，幾時抽分㗎？太陽直照赤道。调翻咪几时抽分啊？几多号啊？九月廿几啊？九月廿三啦，你可以咁计。冇理佢啦，你知道系嘅。三二五年嘅时候咧，就基本上系廿五号，只不过后嚟咧教会再计准啲，计准啲。总之咧，呢啲历法嘅嘢时时都变啦，系啊。总之即系撑一两日咪撑一两日咯，系嘛？你今日仲有啊？如果唔系，点会有闰年啊？闰年就系、是，你问啊，都系计下，计计下点啊？系啊，啲日子争咁啲，咪计多个俾你啊！系啊，喺、啊、中国人咧就计多个月俾你，鬼佬咧就计计多日俾你，唔系啊？系系啊，咁十九，你咪二廿九全世嘅咩？四年一度生日，系咪啊？嗯，咁所以你记得到咧，无论约翰受孕。无论约翰诞生，嗯，都同嗰个宇宙元素咧，嗯，有咗个咁样嘅，即系话首先嘅基础系三月廿五，嗯，然后到十二月廿五，然后到六月廿四，然后到呢个九月廿三，系见到嘛？都系咧用阳历咧去表达咧光，嗯，光啊，为约翰咧，嗯，就为光作证，光咧。在十二月廿五号出现啦，咁佢点样去战胜所有嘅黑暗咧？就系、是、三月廿五啊，大地回春啊，嗯，新嘅仲要月圆之后喎，啊，即系点啊？全部冇晒黑暗，嗯，冇晒黑暗啦。好啦，咁而家讲咗咁啦，咁大家咁咧，你就明白咧，赵一舟神父。嗯，在第三页所讲的了，是啊，所以呢是这样慢慢来的，嗯，在纪念殉道者纪念圣经中的人物，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都以这个四季呢的轮转呢而有所表达。有一次考试关于第二年有个学生做得非常好被估估分。佢話俾我哋聽，佢話：四季又好，初一十五又好，唔會使人得救嘅。唔好迷信，第七日就使人得救，係因為有個神聖嘅事件喺度啊，先至使到嗰日子成季。我預住相遇嘅神聖時刻，就等於主人咧，係因為有主嘅餐喺度，所以咧，我喺主嘅餐。同主相遇，而呢一个神圣嘅时刻，就成为我得救嘅时间与空间嘅一个可以话相遇嘅邂逅嘅会晤嘅时刻，明白？唔系个太阳使你得救，系与基督相遇使你得救。所以呢，佢就将好平凡嘅自然界嘅。日月啊，轮梭啊，四季的运行啊，还有那一个的、啊、可以说得呢，就是这种自然的旋律呢，循环呢，成为神圣时刻。而教会就这样圣化了人的生活啦。嗯，同样的，人的生老病死，嗯，就用七件圣事去圣化，咁四季嘅呢个运转咧，点样圣化？就是、以咧呢、这个与主相遇嘅事迹咧，嗯，去贯穿佢。譬如到六月廿四，嗯，我哋纪念咧呢、这个真光嘅前驱出现啦，真光嘅前驱基督。好啦，咁到咗十月廿五咧，我就纪念乜嘢？这个真光进入世界。三月廿五我就纪念什么？春分啊，月圆啊，就是光明已经战胜黑暗了。啊，这样的一个运作。所以呢，
要了解禮儀年曆啦，要了解咧，即係呢個神聖時刻咧，係指喺呢個時刻之中，呢、這個神聖嘅事件咧出現啦。明白？所以唔好迷信啲日子啊，唔係啲日子，唔係啲日子，係咩啊？呢、這個神聖嘅事件嘅相遇。与呢件神圣嘅事相遇，好咁样咧，咁样咧都睇一睇啊！第五页，第五页呢一个咧，阿欣，你俾揾翻嚟噶，你唔咪讲啊？呢个入课经噶，系啊，就系六月二十四号约翰洗者诞辰嘅中毒入课二。中读第二篇咁样嗰、那个，你喺《日课经》就见到噶啦。所以奥斯定咧，奥斯定主教、都认为咧、约翰洗者嘅诞生同耶稣嘅诞生啦系有关系嘅、有关系噶。约翰咧系由方胎嘅老父诞生，基督咧系由童贞女诞生。约翰嘅父亲因唔信咧，成为哑巴。圣母相信咗呢而怀孕，系嘛？佢做咁样嘅比较噶，咁嘅比较噶。好啦，点啊？教会点解咁重视约翰洗者嘅诞辰啊？系同救恩事有关。点样啊？咁大家睇一睇啦，睇一睇呢，我哋嘅第九页啊，教会基本上系兴死不兴生嘅。是生于天上，即是你的死忌，是天上的生日，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圣约翰洗者就例外了，圣母又例外了，耶稣又例外了。为什么啊？因为都是对救恩事件有关。圣约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他的诞生天地都欢跃，他自己都跳起来，是吗？因为已经那个救恩呢，天主的应许来到了，下到了。咁耶圣母的诞生呢，同样是这样，因为天主已经准备好一个母亲，等耶稣诞生了。所以只有这三位，哪三位？圣母、耶稣、圣约翰。你排得好一点行不行啊？优次。优次。耶稣。圣母。跟住到咩啊？圣约翰，约翰，清楚未啊？好，跟住咧，正因为系咁重要咧，今日咧我哋用咩 ranking 啊？节日咯，节日即系第二页啦，节第二页噶啦，个 ranking 系咩啊？系节日啊，见到嘛？有第一晚课噶，见到嘛？有第一黄昏土噶，第一晚土噶，遇到主日又点啊？庆祝都会庆祝噶，都会庆祝。咁点解佢唔系替代主日，而系约翰洗者嘅诞辰嘅弥撒呢？就系、是、主日弥撒啦，用嚟守主日啦。即系约翰诞辰嘅弥撒用嚟点啊？守主日啦。是相得益彰啊！好清不清楚而家？咁知咯喎。咁所以你睇诏室周神父嘅咧，你明啦？点解咧会系六月廿四？因为有十二月廿五。点解又会有九月廿三啊？因为又系有九个月咯。系啊，系啊。咁点解有三月廿五啊？因为有三有十二月廿五咯。即是教会呢用这些神圣的事件去使这个太阳的四季呢都得到圣化了。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夏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什么？冬天。冬天。是就不简单。春天是谁啊？逾越节。是啊。夏天是谁啊？约翰诞辰。秋天是谁啊？约翰受 人。冬天是谁啊？耶稣出神。
嗱，而家我哋到第九页啦 ，Laura。每日嚟查经书，即系以前都有嘅喎。圣约望使者诞神诞生嘅望日，望日咪即系守夜咯。系啊，系啊，系啊，佢分得好好噶。系啊，呢个系佢嘅诞生嘅望日。系啦，就六月廿三。系啦，系啦，守夜。系啦，跟住呢，就诞日。但日就點啊？當日咯，生日啦，係啦。咁咧嗱，呢度咧無論土文啊，土文讀經其實都基本上係保留咗喎，保留咗㗎。係啊，一陣我哋睇一睇就得㗎啦。咁啊，一個問題又嚟咯喎，你去過㗎喎，你去過㗎？係啊。約翰最後點㗎？點死㗎佢？哦，點死？俾人斬咗個頭㗎嘛，落得安提帕㗎嘛。咁個頭在邊啊？个头咧，诶，我睇先。你唔好字，你咪咁快啊！十一页先啦。哦，你想系成有几多个头咧？都有个头。好嘢啊！有问出嚟噶。咁嗱，第一段嗰度咧就话 Sabastia 就喺今日嘅撒玛利亚嗰度，我去过。啊，请你再解释。朝圣嘅时候讲系啦，有个人就话：，诶，喺嗰度斩，咪留翻喺嗰度咯。就曾经留喺嗰度吓。啲門徒咧，約望約翰嘅門徒咧，就領咗約翰嘅個 body 身走，屍身係啱啦。個頭就跌咗喺邊度啊？係啦，即係今日撒瑪利亞嗰度就係大克洛德嗰個當時。不過咁喎，而家我哋發現有幾多個頭啊？係啦，呢度睇一睇咧，哇，有四個頭啊，大佬！嗱，你而家開始講啦。嗱，第十二頁。系咯，就系呢度啦。就系点啊？喺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系啊，嗰度咧，你上见上谷右上高嗰幅相咧，就系一个罗马式嘅广场啊。呢个罗马广场系大克洛德起嘅。咁样大克洛德死咗之后，佢个仔其中一个叫克洛德康提帕咧，就以呢度为驻守啊。咁佢就喺应该喺呢一度咧，将圣约翰斩首嘅。咁所以约翰嘅首级咧，话说咧就喺。你在下低嗰幅個地圖入邊咧，你會見到咧另一個箭嘴就指住下低嗰間聖堂咧，就係拜占庭時代嘅聖堂。喺呢間聖堂嘅左手邊，你見到有個人咧行落去個 crypt 嗰個位咧，嗰個位咧就係落到去咧就會見到隔離嗰幅相啦。就係話説保曾經保存聖約望嘅首級嘅位置啦。但係咧。除了呢度保存過之後咧，係啦，而家揾到其他三個，係啦，其他另外有三幾個地方，幾個地方都係有嘅喎。係啊，都話咁邊個真嘅咧？係啦，呢個邊個真㗎？係啊，你見到喺，但要記得中世紀咧，係啊，好多聖徒狂啊。嗯，咁嗱，咁呢度一個啦，係啊，咁仲有佢嘅屍身咧，屍身就話再去到十三頁啊嘛。係啊，敍利亞應該係啊後嚟嘅資料就話係大馬士革啊，大馬士革。埋葬聖約翰嘅地方咧，後嚟起咗聖約翰大殿咯，咁就應該係後來咧又俾人變咗做清真寺啦。係啦，好，大家自己揾料啦。嗯，冇錯。嚇，唔好再執著呢啲嘢。好啦，咁啊，但係咧教會好特別。嗯，早期教都有洗禮堂噶啦，所有嘅洗禮堂咧，大部分咧，嗯，都叫聖約翰噶喎。係啊，因為聖約翰洗者啊嘛。係啊。佢幫耶穌嘅洗禮，亦都成為咧我哋洗禮嘅地方，嗯、因為我哋受洗咧係歸於基督。嗯、尤其是咧，約翰指出啊嘛，呢個垂憫世罪嘅羔羊，我見到聖神降臨喺邊個人身上，邊個人就係點啊？以聖神施洗，所以大部分嘅嘅約洗禮字咧，都叫約翰嘅。嗯，咁呢個喺邊度噶？第十四頁啊嚇。嗱，譬如咧。这个呢是克维地亚的、嗯、是由这个怎么说、那个皇宫啊刚才什么 Jupiter 的、嗯、皇宫改建啊伯纳哥德啊、嗯、那个庙改建啊什么什么、嗯、大家自己看啦。那也都是叫做约翰的、嗯叫做什么洗礼字啦。嗯、譬如又来一张了、哦、Pizza。Pizza、啊。所以都见到啦有约翰的。是、嗯、啊。啊好啦，我又嚟一個啦。個洗禮堂仲大過間聖堂噶嘛？好靚㗎！洗禮堂啊，個洗禮堂嚟㗎。你望見聖約翰就係個洗喺個洗禮池上高嘅。嗱，十六頁啦，
呢、这個出名啊 ，Ravan Baptist Green 都 Ravan 嗱個頂啊，你見到耶穌冇褲著添噶，係啊，表示係愛子啊嘛，愛子啊嘛，這是我的愛子啊嘛，這是我的愛子啊嘛，咁好啦，咁你睇到嘅都係約翰為耶穌受洗，你見到聖神定立喺邊個身上，邊個人就以聖神之洗，係講我哋接受耶穌嘅洗禮，咁咧約翰咧耶穌嘅前佢。好啦，咁啊，都系 Ravenna， 都系 Ravenna 噶呢个吓，系近呢个叫做咩啊？主教座堂嘅，呢个 Nian 系。好啦，咁十八页啦，清楚啦。拉特朗大殿，拉特朗大殿嘅圣约翰嘅洗礼堂啦。唔系圣约望啊，圣约翰啊，系啊 ，OK。因为后来都系搞到。都是做彎嘢嘛，做彎嘢、啊、做彎嘢咯。嗯，好啦，咁咧大家睇到啦。O K， 睇到嗰、那個可以話教會咧點樣紀念咧約翰洗者耶穌嘅前佢。好，咁我哋睇睇啦。而家咧守夜彌撒，正話你讀咗佢嘅《雜土經》。雜土經噶啦，咁我唔該盡堂榮。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他还在母胎中就充满圣神，许多人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这个尽头荣所用的金句呢，就是天使加比厄尔和泽加利亚宣告这个伊撒伯尔将要生一个儿子下约翰。泽加利亚报喜，是啊，是啊，泽加利亚领报，是啊，很多人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那我们就将圣母玛利亚和这个圣父伊撒伯尔的相遇表达出来，也是两个 BB 怀中的，一个前驱，最后一个先知，一个就是先知所预告的救世主。好啦，嘅相遇啊！嗱，呢啲系啊，如果能够咧，嗱要写歌啊，呢啲歌咧亦都要即系每一年唱一次一定唔得噶。但系点啊？如果能够有个调子咧，可以百搭就好啦。如果咪又系常住定啊于见机啊于世上咁，系啊乜嘢都系噶，好闷啊！大家明白嗎？我們的禮儀變得很單薄，變得不豐富，變得沒有這種的享受，就是我進去一聽見說，他在上主面前是偉大的，他還在母胎中就充滿聖神，很多人要因他的誕生而喜樂啊，很漂亮。好啦，那這些呢，簡單。好啦，個雜土經就都講咗啦，係嘛？記低兩件事喺約翰生命裏邊嘅。第一，澤加利亞講得清楚，至於你，佢抱住嗰個阿仔，阿仔係啊，我阿仔係啊。係點啊？你講埋你要做你嘅使命，就要做至高者嘅先知咯，做主嘅前驅，為救主預備道路，使佢嘅百姓點啊認識救恩。使他们的罪过得到宽恕，那就说耶稣了。是啊，耶稣是谁？是出自天主的慈怀，他是旭日来的，旭日从高天向我们照耀，是吗？所以先明白，那约翰的人生嘛，怎么指出耶稣是罪免世罪的羔羊，也都为耶稣施洗，也都为他捐躯。好，咁咧嘢睇讀經啦，阿欣你講講啊，呢個讀經啊，咁你睇到讀經集啦，守夜嗰個讀經啦，咁你睇到有紅色嘅星星，紅色星星即係23頁啊，係啦，紅色星星嗰度係咩咧？就係1570年，當時咧都係讀緊一樣，同我哋而家一樣嘅，當時叫咧約聖約翰洗者嘅。诞生的亡日，诞生的亡日，亡日是第二天叫做什么？诞日，诞日 ，OK， 好啦，系啦，一样的。好啊，咁嗱，而家开始讲少少啦，主题性的宣经。一般呢
我哋咧系顺住咧福音嘅程序咧，啊，譬如一选经嘅，即系上年期嘅主日，系全部按福音，福音，然之后拣一边咧旧约咧，系主题式咁样配合福音，啊，跟住咧喺介绍福音，帮我哋了解多啲福音。所谓第三篇啦，啊，当然啦，第二篇系圣命，圣命咧系回应啦，读经一嘅，读经一嘅。咁呢个书信啦，即系第三篇咧，一般系半年续读经，系同上下冇乜关系，不过系佢自己上下关系，独立一个睇下系一个循环嚟嘅。续读经啊，系啦，但系咧，教会都有主题嘅节日咧，系啦。全部都是主題式咁貫穿嘅，包括咗聖誕節啦，係啊，包括咗復活節啦，啱嘛？咁而家咧聖約翰使者係針對教會睇得到呢一位呢個時刻喺整個救恩計劃裏邊，佢係邊個？佢係邊個？好啦，咁所以呢我哋立即睇睇啦，今日读嘅系咩啊？头先话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勒米亚先知书咯，第一章。凡以前都系呢段嚟噶啫。系啦，耶勒米亚咧，大家都知道啊，呢个人好惨噶，见证住南国国破家亡嘅嗰一位先知。但系佢天主被召佢呢作先知呢，系啊。好啦，咁你谂一谂，咁而家读咯，而家今日读嗰段呢是第三十页啊，是读先知被召，是啊，先知被召，咁想讲咩啊？将佢个召叫呢应用喺边个身上？世者约翰，世者约翰身上。好，唔该，你读出嚟啦。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在约史亚时代，上主对我说。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来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作万民的先知。我回答说：哎呀，我主上主，你看我还太年轻，不会说话。上主对我说，你别说我太年轻，因为我派你到哪里去，你就应到哪里去。我命你说什么，你就应说什么。你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有我与你同在，保护你。上主的断语。此后，上主伸出手来，触摸我的口，对我说，看，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看，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建设和栽培的任务。上主的话。感谢天主。这个都不用怎样解的了吧，是吗？那最重要的那句是什么？我还没有在母胎中形成之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你要祝圣我，选定我作什么？万民的先知。哇，万民，是吧？那这个呢，用耶勒米亚将它配合在世者约翰身上，那又说太年轻，为什么？他刚刚出世，是吧？那不会说话，怎知呢？天主督他，是啊，点啊？摆只手指俾佢算下。系啊，系啊，上主嘅手触摸我嘅口，天主祝圣咗佢，蒙祝佢。看，我将我嘅话放喺你嘅手口中，啊，放喺你嘅口中，唔系佢俾只手指佢算系嘛？系啊，上主嘅话。好，继续啊。好啊，我将我嘅话系啊放喺你口中，我今日委派你对万民同列国执行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啊，四个动词都是 negative 嘅。然之后咧，要建设同埋栽培呢，这个就是指先知嘅任务。constructive 嘅系啊。嗱，其实
多多少少跟約翰一樣，是一樣。約翰就說，哇，很厲害的，他的講道怎樣，斧頭已經怎樣，放在樹根上高，是啊，你還不悔改就怎樣，劈咗你，劈咗你噶啦！系对住当时嘅犹太子民选民嚟讲我，系啊，不除破坏毁灭，去翻，然之后就介绍我点啊，墨西亚，你哋要悔改啊，悔改啊，约翰嘅洗礼系悔改嘅洗礼，系嘛？跟住要期待以圣神施洗嗰一位，系啦，跟住指出呢个就系啦，佢系除免世罪嘅羔羊，我见到圣神降临喺谁身上，谁就以圣神施洗。所以呢，他让以古怎样如今、都是为洗我的呢、我、今天都成为约翰洗者、是啊，是吧，都成为约翰洗者、是啊，是吧，耶利米亚好像贴近了，有人说约翰洗者又贴近了我、好，那现在搭唱咏啦。
圣咏七十啊，喺第三十三页咧睇到整篇圣咏啊，咁样好简单啦、啊，即系佢两部分啦、啊，一到六节咧就系求救于上主，然之后下低嘅七到十三节咧就系讲嘅敌人策划呢个阴谋诡计吓，然之后咧三十四页咧十四至十九节咧系讲咧作者咧就应许咧要以感恩徒步天主嘅啊恩典，然之后最后尾嘅部分咧，二十至廿四节咧就系得救嘅喜乐啊！咁我哋啊最主要喺今次啊守夜弥撒入边咧，所会用嘅部分咧都系一至六节同埋咧十五、十六节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呢一篇答唱咏嘅时候咧，就佢拣嗰句答句咧就好点出个主题啊！我尚在母怀中，你就庇荫咗我吓，就正好系讲出呢个洗者约翰嘅经历吓。咁所以咧喺第三个诗节都话咧，上我主上主，你系我嘅期望，你系我自幼唯一嘅依靠。我喺母胎中，你就依赖咗你；我尚在母怀中，你就庇荫咗我吓。咁样。所以咧就好能够咧即系呢一个答唱咏咁样拣，连埋个耶利米亚先知嚟到一齐喺圣约翰使者诞辰嘅守夜感恩祭咧，让我哋咧对呢一个救主嘅前驱，你可以将佢嘅召叫咧对天主呢份经历咧就。由母喺母親懷中嘅時候咧，已經係不斷去體驗到啊！因為佢就係、是、天主上次俾撒加利亞同伊撒伯爾呢一對年老夫婦嘅天主的恩賜啊嘛，約翰呢個名啊嘛，係啦。Laura， 你講嘅時候，我突然間諗起啊，你估你係咪咁啊？點解唔係啊？你禮拜做幾年啊？你三十年咧？三十年啊！係啊！你嘅一個，你整人嘅人生最能夠服務、最能夠貢獻嘅日子。咁我唔係因為有貢獻先至有先至好嘅。即你嘅人生咧，係啦，就消磨咗喺禮位啦。哦，消磨。咁你諗一諗，係咪自母胎中天主就揀你？竟然有個咁得意嘅嗬！竟然有个咁得意嘅，你唔使喊噶，唔使喊，梗系啦，你遇到我、啊，我又遇到你、啊，系啦，其实我都唔识你嘅嗰阵时，我够唔识你啊，系咯，我都冇 interview 过你，有，我边鬼 interview 你，有 interview 你噶，系咩？系啊，你喊嚟做乜啊？系啊，突然之间嗬，咪嗱，你谂一谂，每个人天主都安排咗，你喺呢个时候。成为礼仪中的先知噶，我不知道你几日挨得几耐啊？不过唔紧要噶，系啊，约翰死者都系咁样俾人斩鬼咗个头，死鬼咗噶啦。咁你睇几时俾人斩鬼咗个头先明白？系嘛，即系咁样代入，你咁样谂嘢咧，你系啊，谂到自己享受啦，享受天主俾你嘅召叫啦，成为你自己啊，系 to be。明白是 being 而不是 doing、你 being 上主的先知，那你自己呢、在这个 being 呢就自然会 doing 的、你是水先啦，你不是水怎么洗得干净啊？好，我们现在立即啦，我看看第二篇读经，是伯多禄前书，是这一篇呢就真的反而之后，因为安排多一篇读经呢就教会安排喺度嘅《伯多禄前书》，咁第三十八页咧，你都知噶啦。系啊，即系好难噶，《伯多禄前后书》嘅年份吓、都年份咧。咁黄凤仪修女嘅研究咧，就话《伯多禄前书》大概写于公元九十年，系期间系多米斯王嘅较难时期啊吓。咁而大概伯多禄后书咧就后啲嘅，大概公元一百年后或者甚至乎系一百五十年嘅。系啊，嗱咁样咧，所以佢讲嘅嘢咧，好多次咧，其他圣经嘅部分啦，即系话有啲部分已经讲过噶。咁我哋可以睇一睇，立即读一读佢咧。嗱，你就发现咧，
有很多句子，譬如約望福音都提過的，馬太福音都提過的，它好像一個整理來的。好，麻煩攻讀聖伯多祿前書。弟兄姊妹們，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愛慕他，雖然你們現在仍看不見他，還是相信他，並且以不可言傳及充滿光榮的喜樂而歡欣踴躍，因為你們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靈魂的救恩。關於這救恩，那些預言你們要獲得恩寵的先知也曾經尋求過、考究過，就是考究那在他們內的基督的聖神所預言要臨於基督的苦難，以及以後的光榮，是指什麼時期或怎樣的光景。聖神把這一切啟示給他們，並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給你們服務。這一切現在借著給你們宣傳福音的人，依賴由天上派遣來的聖神，全部給你們了。對於這一切奧蹟，連眾天使也都切望窺探。上主的話。感謝天主。你看到很多說話呢，似曾相識的，綜合過的。是啊，那當然了，在這裡都表達約翰他自己的，他就那位先知。是啊，他怎樣 尋求過、考究過，是吧？是啊，然後呢他說給你們聽，聖神將一切啟示給他們，當時的人，不是為自己的，是為你們，即是全起信啊，作前驅的一個經歷嚟嘅。好啦，咁我哋立即入到福音咯噃。唔該，福音前歡呼啦。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這人來是為給光作證，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哈利路亞。嗱，我突然之間諗起一個聖人，好有用嘅。代代出聖人啊！正話 Laura 喊咧，因為佢想做聖人噶，不過想唔到，天主叫就得，咁都叫啦。咁點解我突然之間咁諗起啊？聖人嘅榜樣咧，係俾我哋去跟隨基督嘅，所以係為給光作證，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嘅百姓。在聖人身上，我們看到天主的救恩，在聖人身上，我們可以享受天主怎樣愛我，怎樣救贖我。那在天主的救恩裡面，我也都有一個怎麼說，一份光的，成為光，為光作證，不是 doing， 是什麼 being， 就是我說嘛，你是水，咁你可以洗乾淨啲嘢噶；你是火，咁可以照見屋中嘅人噶光啊嘛。咁你又唔係即鹽啊？如果又唔鹹又唔淡，用嚟做乜咧？有冇呢句噶？係啊，係嘛？所以你 being 先啦，你 being doing 就喺度噶啦。咁你靠 doing 點樣有 being 啊？所以自己呢是 being 得救，才是世人得救的。好啦，約翰使者為光作證。現在我們要讀的呢，就是聽這個福音了，路加福音。是啊，那路加福音這段大家能聽得少的，我們享受來聽啊。那麥欣呢選個幅圖了，好漂亮，我很喜歡的。是什麼啊？這個叫做什麼？撒加利亞領報啊。攻讀聖路加福音。哈洛德為猶太王的時候，亞比亞班次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撒加利亞，他的妻子名叫伊撒伯爾，是亞郎的後代。兩人在天主前都是正義的人，遵守上主的一切戒命和禮規，無下可指。但是
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撒伯尔素不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有一天，适逢轮到撒加利亚值班，在天主前尽司祭的职务时，按着司祭的惯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献香的时候，所有百姓都在外面祈祷。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一见就惊惶害怕起来。天使向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要欢喜踊跃，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淡酒浓酒他都不喝，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天主前面先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返回正义者的心意，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在第四十五页呢，就讲这个事迹啦，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即系唔可能嘅嘢，唔可能嘅嘢，唔可能嘅嘢，系嘛？但系咧，去到四十六页咧，就峰回路转啦。咁而且咧，撒加利亚领报咧，同圣母领报一样喎、哦。系啊，同牧羊人领报一样喎、哦。即系嗰句咩啊？你唔好怕，不要害怕，不要怕，不要怕，系嘛？然之后咧，你要生个仔，起名叫咩？约翰，上主的恩赐啊！啊，上主的恩赐，系啊！咦，同圣母领报差唔多噶喎。系啊，叫耶稣啊！啊，佢嘅名字叫耶稣。系啊，耶稣系点解？耶稣系将佢天主拯救啊嘛！天主拯救系啊！天主拯救啊！系啊！好啊，咁约书亚嘛，系天主救佢。系啊！天主拯救，好啦，跟住咧，佢引用嘅所有嘅嘢咧，系马拉基先知噶喎。系啊。在第三章廿四节系点啊？系啊，系厄利亚要翻嚟啊，系嘛？使儿子嘅心转向咩啊？父亲，使父亲嘅心转向儿子，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嘅百姓。咁啊，讲出约翰使者咧，佢嘅使命，佢好似咧成为厄利亚，系啦，要预告基督嘅嚟临啊。作为前驱，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好啊，咁呢段呢已经清楚啦，清楚啦。咁呢一段作为守夜感恩祭，就正好会同当日感恩祭嘅福音咧个呢个预告佢嘅实现咧，系非常之好嘅安排啊。好啊，咁四十七页呢个献礼经啦。上主，求你悦纳你子民在圣约翰诞辰所呈献的礼品。你既让我们在这圣祭中侍奉你，求你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热诚地为你服务。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咁唔知点解你读嘅时候谂起个 being 啊？系，个 being， 嗯，即系点啊？你不是饼，你就不能够使人吃饱。同样，你不是饼，你就不可以成为弥撒中的祭品，是吗？你不能够成为祭品，那即是怎样？是吗？所以都这个献礼经好啊，你既让我们在圣祭中侍奉你，这个是必应来的。亦帮助我哋生活中点啊，热诚地为你服务，系同一同一回事。系好，而家我哋咧
好靚嘅中遮詞啊，哇，好靚啊！全部將聖經嘅圖像咧擺曬落去，好精彩啊！好精彩，我都盡量咧擺落去嚇。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在你聖子的前驅，聖約翰的誕辰，我們一起歌頌你的偉大。你從所有生於婦女的人當中，以特殊的光榮祝聖了他。他常在母胎之中，以因人類救主的駕臨而歡躍。他的誕辰更帶給人類莫大的喜樂。在所有先知之中，唯獨他向世人指出了除免世罪的羔羊。他洗涤了洗礼的创立者，使流水因基督而获得圣化。他又荣幸地流血舍身，为基督作了最高的见证。为此，我们在地上随同天上所有天使宣扬你的尊威，不停地欢呼。圣圣圣，嗱，好精彩啊！好精彩，系啊。嗰段呢生于女人当中，天主特殊的光明祝圣了她，那引用的是什么？是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但是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呢都大过她。为什么？因为约翰呢是最高的一个先知，是啊，旧约的最后一个人物，然之后指出咧，耶稣所完成咗嘅逾越奥征咧，就会带嚟新约天国的世代啊嘛。佢喺耶稣逾越之前咧，已经信到啦，系啦。佢可以话咧，有啲似好似梅瑟咁嘅喎，即系入未入到噶，所以天国中咧，佢系最细，最细，但系喺女人所生的当中呢，没有一个比她更大，因为她可以指出什么？天主的羔羊。是啦，那这个呢，是讲的约翰又是卑微的，很独特的一个，卑微的，但是也是呢一个最伟大的。好啦，跟着一句，她在母胎中以因人类救主的驾临而欢跃啦，就是在右上边那幅画啦，圣母望见圣父伊撒伯尔，系啦，咁伊撒伯尔怀中嘅约翰咧，就已经因为见到玛利亚怀中嘅救主咧，已经跳起嚟啦。好啦，跟住咧，系啦，约翰嘅诞生咧，更加给人类带嚟莫大嘅喜乐，因为咧，佢嘅诞生之后咧，预告耶稣嘅诞生咧，人类咧因此而享得享最大嘅喜乐咯。系啊，跟住咧喺所有先知中，唯独佢啦，指出咗除免世罪嘅羔羊啊！咁你睇到咧，我亦都拣咗张相啦。系啦，系啦，就系啦，佢指住啦个耶稣羔羊啦。先知就系天主嘅代言人啊嘛，佢讲出咗最重要嗰句吓，指出圣言，指出咗除免世罪羔羊耶稣。嗯，约望福音一章嘅二十节、29节同36节吓。好啦，佢洗涤咗洗礼嘅创造者，佢为耶稣施洗啊嘛。你看见圣神降临谁身上，谁就以圣神施洗，又系佢嘅作证。系啊，同时亦都洗水，因为基督而获得圣化。好啦，佢荣耀荣幸咁样咧，系啊，流血舍生，俾人斩咗个头，系啦，为基督作咗最高嘅见证啊。讲咗呢个就8月29号啊，圣约望圣约翰殉道所纪念嘅。咁咪成个约翰洗者嘅，系啊。好啦，咁我哋都睇睇啦，领主荣啊。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他眷顾并救赎了自己的民族。呢度又系揾达加利亚圣歌吓，即系请赞美上主，佢因为佢眷顾救赎咗自己嘅民族。好啦，咁我哋睇一领圣体后经。上主，圣约翰使者指出你圣子就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你既让我们饱享了这羔羊的圣宴，愿圣约翰使者
常为我们罪人求得你圣子的宽恕。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抄晒啲嘢落去。是啊，但是放在领圣体的时候，这个全部好啊，因为请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他指出了请神父拿起圣体的时候对你这样讲嘛，来赴宴的人是有福的，见到吗？让世罪指出的除免世罪的羔羊，我们现在就饱享了羔羊的圣宴，这个就是默示录里面十九章九节，是啊，羔羊的婚宴成为现实了，现在此时此刻，是啊，请看天主的羔羊，现在我们领受了这个羔羊的圣宴，而且呢，我们领这个圣体的时候都得罪赦的嘛，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啊，这杯是我的血，我心意已经盟约的血，为你们而敬流以赦免罪恶，是吗？而且这个是除免世罪羔羊的宝血，而且在路加里面，撒加利亚圣歌的，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过的宽恕，是啊，约翰的使命，指出让我们 因而认识天主的羔羊，在羔羊的圣宴之中请圣约翰使者为我们代祷，获得这个除免世罪，是啦，所以呢是一个很综合版来的，很综合版来的，还有这个呢，东方丽的圣像画呢，多数呢画圣约翰呢有翼的，传信者嘛，好啊，那这个呢就是守耶利撒，都这么丰富啦，现在我们立即进入了，当日弥撒，即所谓的什么，那日生日那日，是啊，6月24号好啊，日间的弥撒，是啊，恩简一张很漂亮的 icon 的，是啊，是啊，好，那现在进堂名，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给光作证，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好啦，这个已经读过了，正下准备善良。好，现在呢，当日的集祷经，天主，你提拔了圣约翰使者，为主基督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求你赐给你子民心灵的喜乐，并引导所有信众走上救恩与和平的道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嘛，这个很简单的，进堂永都讲了，是啊，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跟着呢，赐给你子民心灵的喜乐，引导他们走上救恩与和平的道路，就是约翰的责任，约翰的使命，是啊，他爸讲了的，他说好，那这个呢，即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背景，就很不明白这个人是这样的，当你看他的纪念日的时候，你就自然会赞美天主，求天主，哎呀，这个人所做的一切现在怎样应验了，现在成为我们要做的事、哎、你提拔了约翰使者为主基督准备善良的百姓、那个就是我们、求你赐给你子民心灵的喜乐，是吗？并引导所有信众，天主你引导所有的信众走上救恩与和平的道路。好，读经一路。是啦。这个小心注意的。是啊。其实读经一和福音呢，在梵译前后呢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都列了出来给大家看得到的。好啊。那跟着呢，我们看到、现在第几伊撒意啊，第二伊撒意啊，是四十，第二伊撒意啊，是啊，在这个五十九页呢，绿色的，咁大家都知道呢、个背景呢就是他充军回国之前几年成书，即是话呢回家有望啦， OK， 得好，而家我哋可以读啦，回家有望啦，六十三页，你读之前呢让我讲讲，你要默想住他们流撒于巴比伦、充军于巴比伦、你说回家有望，正是
因为呢居鲁士啊，这个波斯王，波斯王即伊朗啊，佢睇到噶啦，佢唔系应该话伊朗嘅王居鲁士啦，波斯王系已经呢准许呢被俘嘅百姓呢可以回家重建家园嘅。咁读呢段嘅时候咧，都谂下今日发生嘅事，系嘛？伊朗咧放飞弹系嘛，去呢个以色列，明白？但以色列呢又去侵略，我都系用呢个字眼噶，系嘛？其他地方彼此都喺度攻击噶，啊，咁点样回家再望咧？仲有啊！我哋一个尊贵的妇女，佢叫以色列人咧嚟香港，因为咧香港太平盛世，佢哋可以逃难。这个尊贵的妇人咧，可圈可点。好，唔该，你而家读咧，我哋嘅思考力更加百感交集。好啦，继续，唔该。公读以撒以亚先知说：诸岛聚，请听我；远方的人民，请静听。上主由母腹中就召叫了我，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剑，将我掩护在他的庇荫下，使我像一支磨光的箭，将我隐藏在他的箭囊中。上主对我说：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我因你而自豪，但是我说，我白白勤劳了，我枉费了气力而毫无益处。但是我的权利是在上主那里，我的报酬在我的天主面前，我在上主眼中是光荣的，天主是我的力量。那由母胎中认成我作他的仆人，将雅各伯领回他面前，并把以色列聚集在他面前的上主现在说：你作我的仆人，复兴雅各伯之派，领回以色列遗留下的人，还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好明显啊，讲出呢，即系约翰洗姐系边个啊？好似好指向嘅，又话洗姐自母腹中已经召叫咗嘅，系点啊？即系好似呢个叫做咩啊？厄利亚一样咯，厄利亚一样啊，成为一位先知，鼓励佢哋，系嘛？天主嘅救恩已经咩啊嚟到啦，吓咁所以咧，我哋都摆咗啦，啊两张相去表达，一张系咩啊？即系成群结队，而家翻去重建家园啦。第二队咧。第二張相咧，就佢哋回家嘅路線啦，咁係嘛？所以咧，睇翻啊，你作我嘅仆人，復興雅各伯之派，領回以色列遺留落嚟嘅人遺民，仲係小事。我要使你作為萬民嘅光明，使我嘅救恩達於地極。咁你咪有前驅嘅作用咯，係嘛？當然啦。如果講事蹟的背景咧，就係佢帶埋咧其他人，因為佢哋見過外邦嘅世界啊。我覺得因為由於我哋曾經國破家亡，因而接觸過唔同嘅民族啊。佢哋如果今時今日見到我哋呢班咁可憐嘅人，都竟然喺天主嘅照顧之下能夠重建家園嘅話，咁佢哋因而就能夠認識到天主係真正嘅光明咯。而且咧，佢仲有幾段就話萬民都要咧走到去
耶路撒冷噶，喺嗰度点啊？当嗰度重建圣殿之后，万民都要走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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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解？趋之若谷啦，归顺于上主啦。咁呢个都系噶，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好，一搭唱咏啦。出去我哋未做過嘅喎，係啊，啱啱今日版出嚟㗎，因為咧其實但好多人中意呢篇聖詠嘅喎，一三九啊，佢嘅第一句咧話上主你鑑察了我，也認清了我嘅咧嚇，咁好多人都攞呢篇聖詠嚟做好深刻嘅個人默想嘅，咁我哋睇第66同埋67頁咧，呢整篇聖詠咧，啊。其實咧就總共係24節啦嚇，分開四嘅部分咧。佢一開始咧就話咧交代一下嗰個作者啦嚇。咁第一節嗰度話係達美斯歌交與樂觀啦嚇。咁但係咧學者都會覺得啊，包括韓成良嚇，佢話呢篇聖詠嘅文詞咧係非常之有阿拉美文嘅色彩啊，所以估計咧應該係充軍後嘅
詩歌嚟嘅《衝軍喉喉》，因為佢係講阿拉美文噶啦，係啊，阿拉美文波斯國嘅官方語言啊嘛 ，Aramaic 啊嘛嚇，咁樣嗱好咧，所以佢亦都好個人化噶。老實講，上佢一開頭第一句，上主你鑑察咗我，認清咗我，好似天主咧，好似放咗你入個 X 光咁啦，照睇得好透徹嚇。咁鑑察咧係用以人法嘅形容咧，去天主對人嘅一切了如指掌，包括內在嘅動機、佢嘅思想言行都係非常之清楚嚇。咁好似話天主無所不知嚇，咁樣知道我遠處同近處，我嘅思考言行等等，完全都熟悉嚇。咁而第七節咧到十二節咧就話天主無所不知，後邊咯第六十七頁嚇。十三到十八節咧就係講天主嘅眷顧嚇，所以特別是咧就好多人都好喜歡嘅，喺啲今次嘅搭唱面都會引用啊。你十三節話你造成我嘅五臟六腑，你喺我嘅母胎中已經蒂結咗我啊！即係好似我喺母胎中咧，天主已經完全認識我一樣嚇。咁十三至十五節咧呢一個對於覺得天主好清楚我。自母胎中怎樣形成呢？這種描寫呢其實呢就可以參考約伯傳，約伯傳第十章八至十一節有一個很接近的描述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後最後的十九到二十四節呢就是會最終都問天主為什麼會容忍罪人的呢？既然他無所不知，原來呢他在二十四節的給個結論就是求你察看我，睇下我係咪走入歧途，求你引導我邁向永生嘅道路嚇。所以天主認識一切，其實咧佢亦都等我一步一步咧去走回到佢嘅身邊嚇。咁呢一篇聖詠咧，就其實好多朋友啦，好多人咧都喜歡攞嚟做一個好深刻嘅個人祈禱。邊係我喜歡聖詠之一嘅？係啊，即係特別咧，你感覺到。即是要是天主你明我的。是啊。天主你明我的。没人个个都不明。但你明的。你明的。所以他说我何时在暗中承认，我何时在母胎中造成，我的骨骸你全知情。那没的，因为这段呢是比较即是比对的。是啊。即是回应啦，是第一篇读经。天主选了你啊。天主認識你啊！天主自然咧會可以話繼續咁明白你噶。啊，呢度都容許我講一句，其實咧，即係我自己做教友都做咗好多年啦。我有陣時真係覺得咧，有冇九十啊？冇，係我呢話我五歲喺聖雲仙堂領洗啊嚇。咁即係九十八啦，五十五。不過咧，我真係容許我覺得咧。其實好像近代那些教友呢，我覺得是都鼓勵大家呢真的拿這篇聖詠來祈禱，試下跟天主建立一份更加深刻只有你跟天主知道的深刻的關係。那這一點呢對於我們做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實是很重要的。我忘記了，這個是我的信仰經驗，應該是有一次的秘證了。那個神師叫我你回去看吧，聖詠139篇，慢慢讀，一句一句的讀，你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去默想，你每天都讀一點，我覺得很有益的，是啊，很有益的，讓你寫寫它，我極無益，講完。好啦，咁啊，而家約第二篇讀經啦，系啦，亦都係有針對性嘅主題式嘅，系啊，針對性嚇主題式，系啊，我哋留意下第71頁啦，那個粒紅星咧，那個地方係披色迪亞的安提若基亞嚇，保錄喺嗰度咧，好得到人心噶，系啊。啊點知呢有班尊貴婦人啊嘛，猶太人唔中意佢啊嘛，佢就決心我要走向外邦人啦。因為俾啲尊貴婦女咧，即係點講？
挑撥啦、離間啦，所以使到佢不能留在棄嗰個地方啦。咁啊，既然你都唔要我咯，咁我轉向外邦，係補錄嘅另一次歸依。係啦，冇嘢阻得住天主噶。嗯，好啦，85頁喎，今日嘅讀經好嗎？攻讀中途大事錄。那時候，保禄在安提约基亚会堂向犹太人说，天主立了达味为君王，并为达味作证说，我找到了叶失的儿子达味，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他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天主按照恩许，从达味的后裔中给以色列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约翰在耶稣来临以前，先向全以色列民宣讲了悔改的洗礼。及至约翰将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时，约翰说：我不是你们所猜想的那位，但是看他在我以后要来，我不配解他脚上的鞋。诸位人人弟兄，阿巴郎的子孙，及你们敬畏天主的人，这救恩之道正是为赐给我们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你可以说呢，这篇读经呢，其实就是早期的宣讲的。是啊。第一，他肯定了的，达味为王呢。嗯。啊，那但是呢，达味作证哦。嗯。是吗？嗯。达味都为耶稣作证噶、啊，好啦，跟住就按天主嘅恩许咧，喺达味嘅后裔里边，俾以色列兴起一位救主，所以呢，耶稣系咩啊？达味嘅后裔啊，吓、啊，咁、啊、而约翰咧，系佢嘅前驱，系佢前驱，耶稣嘅前驱，先向万民咧，先向以色列民，先向以色列民咧、啊，宣讲作悔改嘅洗礼。各位呢度可以抄翻落去，你叫阿欣或者自己啊，系点啊？呢个中途大事噶嘛？嗯，第一章咧，当佢拣即系继任啊，即系话，哎呀，犹达斯咧死鬼咗咯，咁有个填补个空缺嘅时候咧，佢要拣啊呢个中途嘅继承者咧，系第22章啊，22节。由约翰施洗起，直到耶稣由我哋当中被接去嘅日子，由呢啲人里边咧拣一个啦，同我哋一起作证啊！见到吗？佢使样啊！佢而家就系想讲呢个耶稣系边个？咪就约翰，约翰作证嗰一位，作证嗰一位咯。见到就约翰作证嗰位。是约翰为他施洗的位置，见到吗？所以看这段读经要回忆返第一章，正话我讲啦，是第22节或者21、22节都得的，21到22节，咁你就明白啦，这个早期教会的宣讲，我们认识的基督就是约翰宣讲过的，是约翰为他施洗过的，清楚了。好，那这个呢清楚了，约翰的作证。那现在呢，我们立即读啦，福音前欢呼。阿里路啊，阿里路啊，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准备道路。这个前阿里路啊，前驱啊，系啊，预备道路啊，系啊，仔你嘅使命，明罗开道，系啊，清水洒街，黄土铺路，好啦，咁今日继续读咯，系啊，嗱，不过咁，大家睇一睇呢，第91页啦，好得意啊，今日喺选经嘅时候，可能因为嫌佢长啊，系啊，只系因为嫌佢长啫，就冇咗呢。扎加利亚的赞助曲、要读埋落去呢，先至明噶。
攻读圣路加福音。以撒伯尔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人们来为这孩子行割选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泽加利亚。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约翰。他们就向他母亲说，在你亲族中没有人叫这名字的。他们便给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父亲愿意叫他什么名字。他父亲要一块小板写上约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泽加利亚的口和舌头立刻开了，就开口赞美天主。于是所有邻居都满怀害怕之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于心中，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他的父亲泽加利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说，请赞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拯救了他的民族。他在自己仆人达美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大能的救主。正如他曾藉众圣者的口说过，就是藉他历代的先知所作的许诺，一位救主将救我们脱离敌手，使我们摆脱敌人的掌握。他向我们的祖先讲施仁慈，他常念及他的神圣盟约。他曾向我们的先祖阿巴郎立誓，赐我们脱离敌手，无忧无惧，生活圣洁，行为正直，虔诚事主，终身不渝。至于你，我儿，你将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作主的前驱，为他准备道路，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使他们的罪得到宽恕。这是出于我们上主的慈怀，令旭日从高天向我们照耀，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荫下的人群，引领我们的脚步走上和平的道路。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住在荒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其实成段呢，没了泽加利亚吃过这盏抱怨，是的，就不知道怎样赞美天主。是啊，好啦，那好靓啊！我觉得印间嗰张画咧，系嘛？系啊。咁啊，用个石，用个板啊，小板。系啊。约翰是他的名字。嗯。天主嘅恩赐。系啊。天主嘅恩赐。好啦，咁咧91页咯喎。嗰啲百姓咧，点解会咁害怕咧？因为个哑巴会说话喎。系啊。佢系泽加利亚，系入完圣殿之后出嚟讲唔到嘢喎。而家咧，突然之间就讲到嘢喎。天主嘅话已经系啊，好应验咗啦。嗯，所以啲人就会问：哎呀，呢个咩傻佬嚟噶？咁啊，这孩子将成为什么的人物呢？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记唔记得？系啊，嗰个边个啊？耶勒米啊，天主嘅手指去。啊！将说话放喺佢，即系天主同佢一齐啊！天主左右佢啊！所以天主嘅手同佢一齐。咁咧，泽加利亚听到啦嘛，所以佢充满圣神啊，就讲出咗预言咁样话：，请赞美上主，以色列嘅天主 ，etc.etc.etc. 呢个好重要嘅赞美，系讲约翰使者系边个？嗯，耶稣又系边个？约翰你嘅前驱，指出。
令旭日从高天，旭日系耶稣自己，旭日系耶稣自己。哇！所以各位每日念呢一首撒加利亚圣歌嘅时候咧，就要好有意识。同约翰使者一齐啊！系啊！至于你我儿，你称称为至高者嘅先知，你要作主嘅前驱，预备佢嘅道路，使佢嘅百姓认识救恩，使佢哋嘅罪得到宽恕。这是由于我们天主的智慧令旭日，是吗？耶稣自己，是啊，为了光照在黑暗中死影下的人群，即孩子渐渐长大，日渐心神坚强，直到他在旷野中出现，是啊，荒野中，他住在荒野，直到他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子，他就收到。是啊，好，是真的以厄利亚的形象，是厄利亚的形象，绝对是厄利亚的形象，啊啊、叫人做悔改的洗礼啊！他听完这段读经有什么感觉？这孩子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物？都要问自己啊嘛！我这条傻佬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物？啱、我哋每个人都以约翰洗者的即係你可以咧，我而家趕急咧上去舞蹈班噶，介紹人認識耶穌啊！係啊，好好玩啦，係咪啊 ？OK， 好啦，咁我哋九十二頁嘅一個啊，上主，上主，聖約翰使者既宣布救世主的來臨，也指出他已在人間。我們為慶祝聖約翰使者誕辰，而獻上禮品，求你悦納。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哋献上嘅呢，咪就全面洗罪嘅天主羔羊咯，系嘛、啊？真系啊，系嘛、嗯？指出佢已在人间啊嘛。系啊，好啦，继续领主荣。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是啊，就是耶稣基督。是啊，好，跟住，哇，这个献这个领圣礼后经又好靓噶。上主，你让我们饱享了天上羔羊的盛宴，求你使你的教会因圣约翰使者的诞生而欢跃，并认识他所预报的基督是人类生命的再造者，他是天主。永生永王。嗱，咁第一行咧都清楚嘅，系啊，系嘛？佢参与紧约翰所宣讲噶，佢系为除免世罪嘅羔羊嘅盛宴啦。吓，咁咧我哋都欢欣踊跃噶，认识佢所预报嘅基督噶。咁但系呢度咧有少少译文啊，系啊，预报基督咧。是人类生命的再造者是这样、但其实他意思是重生、他预报的那位基督是使我们重生使我们重生使我们重生就是藉着洗礼是啊只是那个 regeneration 所 以,、啊、所以呢我们就用回、Ravenna 这个 Ravenna 一个 Salian 洗礼堂的、一幅买菜盒了大家要记得，我哋读到呢段认识佢预报嘅基督啦，系重生人类嘅嗰一位，系重生人类嗰一位。不过为咗大家人容易啲明啦，系人类生命的再造者，或者话人类生命的重生者都得噶，重生者，但系人哋唔会明啊，系嘛？咁啊，再做系明啲嘅，重新创造啊，咩个生咧？喺生命个生啊，从系啊生啊，唔系重新创造啊，有咩变咗新旧嘅生噶啦？明白？系从生命嘅生，从即系再一次由上而生。明白，或者预报基督咧，系使我哋重生嘅嗰一位。
明嘅，嗯，明嘅，所以同洗礼有关系。系啦，喺约翰时，我见到圣神降临，喺边个身上，边个身就以圣神施洗，藉水而圣神而重生。所以呢一句唔知点样译得好啲啦，嗯，可以谂噶。好啦，咁，咦？第九十七页，好啊。哦，是你今天提我們的，教宗剛剛陰定了，是昨日，嗯，10月將會在10月7日請全球為是作為祈禱及守齋日去祈求世界和平的，這樣他呢就會要在10月6日前往聖母大殿念玫瑰經和請求聖母轉土，要求世界主教會議全體成員都參加的。我讓我們都記得了，下10月7日和教宗一起祈禱和守齋，很需要求世界和平。教會呢可以成為約翰使者嘛，嗯，基督的前驅嘛，走上和平的道路。不是，是啊，走上和平的道路啊。那呢約翰使者的門徒守齋克己的，嗯，聖經中有說嘛，悔改啊嘛，悔改啊嘛，所以教宗都犀利啊！佢自己去聖母大殿度祈禱，叫埋班主教一齊，所有人一齊祈禱，念玫瑰經。因為10月7日咧，其中玫瑰聖母啊，係都係一個紀念嚟啊。係啊，一場嘅戰爭戰役嘅結束噶嘛。好啦，賴聖母嘅轉求啊。係啊，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諗咧。我哋今日录播啊，录影约翰使者嘅诞生咧，用呢个结束系好嘅。我哋都要成为约翰使者，系嘛？嗯。好啊，咁大家都睇睇咯。阿欣咧，98页咧，就下个星期三啦，10月9日咧，亦到上咧就会系神秘节目噶。咁大家你哋可以喺个留言版。你想听什么啊？有兴趣的什么题目？是，咁跟住99页呢，是啦，咁由1月1日开始的啊，从重要的节日和庆日，遇到主日会庆祝的节日和庆日呢，我们都列了出来了。咁你发觉呢，加埋6月24日，我们今集圣约翰使者诞辰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了。那哪些日子遇到主日，都用这个节日呢去守主日的呢，啊，天主之母圣玛利亚，是啊，天主节，约翰使者的诞辰，嗯，百多禄保禄，中华殉道，嗱，中华殉道同真福呢，好特别啊，是啊，好特别，是本地的，是本地的，嗯，是香港呢，嗯，将它是庆日，是庆日，不过呢如果是圣人的庆日，未必呢是可以守主日，不过遇到的话呢，香港主教愿意用过一日，即是任一咯，嗯，是啦，啊，去守主日啦，嗯，任一是得主教的，可以，啊，可以批准的，嗯，那是本地的，是耶稣显圣容，圣母蒙召升天，光明十字架，诸圣追思而亡，祝圣拉特朗大殿，这些呢是放在主日可以的。那我们已经做完了，是吧？咁你想听啲乜嘢啊？留言啦，啊！但如果遇到呢啲节日点啊，请大家翻上去睇咯。好，100页你讲几句啦。系啦，就系，我哋由教区礼仪委员会吓，就由10月16日至到11月13日吓，连续系五次聚会。咁啊，当中系4次聚会，1次实习啊嘛，总共系5次咧，就举行呢个圣言宣读员嘅培育课程啦。咁而家咧仲可以报名嘅吓，咁就欢迎大家经呢个 QR code 报名啦。咁啊，107咧，101系啦，101就继续落去喎。系啊，跟住完咗就接上去。系啊，都系星期三吓，由11月20日。跟住27同埋12月4日咧，三次讲咗啦吓，系默存心中，其实咧系丙年嘅读经释义吓，李志忠嘅大作吓，咁就系左手边嗰幅图啦，已经印紧噶咯呢本书吓，咁而右手边嗰个咧就系2024至2025年嘅礼仪日历，呢本书都系印紧嘅，咁我哋会喺11月20
號至到12月4號，連續三次星期三咧舉辦講座，嚟到介紹呢兩本書嘅 crossover。喺邊度做啊？借你聖堂咧，聖母聖衣堂。係啦，一啲書好重啊，係啊，咁拎咗嚟就唔好拎走啦。係啦，咁啊繼續嚟買啊買啊買啊，嗰日會唔會有特價噶？會噶，會噶。咁啊多啲人嚟，多啲特價咯。係啊。好啦。應該會噶。好啦，各位，今日我哋到此為止。不過請大家記得啊，係27主日啊嚟緊噶，要 download 嗰條 link。然之後大家重温重温啊，27主日啊，今朝早咧有位多倫多教友都同我講，佢話好啊好啊，而家咧我多倫多啊，係啊，哦，走到嚟你面前同你講啊，梗係啦，佢翻香港啊嘛，佢話因為翻香港，係咁樣先咧，佢唔單止聽我哋個道上啦，都參加我哋嘅啊上嚟曬啦，係啦。咁啊，要親自嚟咧，啊，一齊祈禱啦。咁佢話好啊，而家我對聖經啊，對教會嘅每個主日嘅讀經同埋祈禱，同埋個節日嘅意義咧，都有多啲嘅認識啦。咁，多謝支持啊！咁我就做約翰使者。各位，今日約翰使者嘅紀念咧，我哋要成為耶穌嘅前驅。好似厄利亞一樣，為上主預備一個善良的百姓，要使人見到光的出現，而且真的在光明中行走。耶穌基督就是你的光，要為光作證。好了，那我們結束的時候呢，我們就用呢日間的讀經啦，集禱經是吧？集禱經，集禱經是在第55页。天主，你提拔了圣约翰使者，为主基督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求你赐给你子民心灵的喜乐，并引导所有信众走上救恩与和平的道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好啦，各位朋友，我哋到此为止哦。咁请大家呢记得啊，重温27主日，记得你系约翰使者啊，记得我哋大家，我哋彼此代祷，彼此代祷。其实今日呢，在我们圣堂啊，圣母圣衣堂，一位美籍的教友在罗马领受执事圣殿啊。不是在华盛顿 DC 吗？不是，在罗马百多禄大殿。哦，他加入了华盛顿 DC 的教区。他在罗马读书。哦，是啊，这样呢真的无心插柳点啊。柳成音，他来到我们楼下，听到有英文哦，是吗？因为一句中一句英的，因为我开利撒有线呢，成成体会用英文的，因为我们当中呢，有中有英人嘛。好了，那他就入来，那就跟我们生活了两年了。那他自己说，在这里呢，都陶成他对圣召的那种的决心的。陶成他对圣召的决心，他离开香港就立即加入了教区。他说特别为他祈祷。其实执事为什么有两只翼的？他都是什么？约翰使者一样啊，一样啊，做耶稣的前驱的。好，各位，为他祈祷，为我们祈祷。好，拜拜。天主保佑，天主保佑。